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这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带石头出来这边遛狗子，这边没人的地方，我们来拍一个好玩的测试。朋友们可以看前面有根电线杆，这是路灯，等会让石头走在里面，然后我跟石头卡在这个电线杆这里的，看一下石头会怎么办。石头，你走里面。石头，你走里面。哈哈，卡住了。怎么办啊，石头？走，走，走。哎呀，还知道往后面，我还以为说脑子是一根筋的，只会往前冲，还知道往后退。好，现在试一下，我走这里面，他走外面会怎么样？哎呀，走走走，好了，原来是我太笨了，我还以为你会卡住，没想到你根本就不在意。这个测试失败。石头是一只会脑筋急转弯的狗子。哎，前面还有一根，再来一下，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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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是打个结，看一下怎么办。走走走走，走走走喽，回家了。走走走走，啊，卡在这里了，这是想不。这是真的没办法，这是你自己搞的，知道？朋友们，这种情况怎么办？他自己又多绕了一圈，这可我可没有使坏。走走走喽，回家喽，被蚊子咬死了，快走走走！我是不是要放开，然后自己走？哦。放开了就解掉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狗子表现怎么样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一圈的话它可以出来，两圈的话实在没办法了。如果两圈能出来，那石头可以去上学了。回家，走走走。